的，而且又有控制，也有保护，整个阵容算是比较完整，而且抓边带也很厉害。压在塔下，那肯定要告知的是下路，然后就直接往后撤。哎，过来打一套，老德这里有点危险，直接被吐出来，给一个点燃，一个 Q 技能刮过去。这是开始说到的，苏宁这个下路没有带治疗，所以是有可能成为一个伏笔。慢一点，梦魇已经到六了，这个位置维鲁斯才五级，直接飞过来，这个位置要杀加里奥，后面是给了一个 TP 的，两边都交了 TP， 剑魔下来，这个位置小瓦莎最后一丝血是被千里秀的人头，差点也没忘掉，啥意思啊？就塔普把人吃了，然后梦魇大机会，两个人要找瑞文的一个机会吗？蹲在了眼上。哎，这里过来看一下要找谁，麦克尔教练双招直接走，这里的话旁边拜斯一直在砍，但是这里还是最后一下一发平 A 就可以收下人头，这里拜斯追到了塔里面，实力状态还不错，好像是可以追一下 Maple 的，然后这里被砍一下，交一个闪现直接溜，看到效果呀，而且 OMG 也得注意一下自己辅助中单和打野都是没有闪现的。艾草艾草这边睡睡到了梦魇，梦魇大招被逼出来了，他为什么这里被逼一个大招，要不要飞？飞了，强行飞飞。艾康，艾康这边要被秒。艾康最后一丝回来，这个位置最后一下还没有死，还没有死。哇，这边梦魇给收掉。这个位置，双老贼一直在输出，打得还不错。这边收掉了阿乐的尸体，双方打出一波二换二，但是闪现过来一发 Q 技的 Cherry 是收掉了蛇蛇的人头。最重要的是这条火龙最后还是梦要强打，哎，梦要强打。梦魇直接大招开出来了，哎，两个 TP， 后面有个 TP， 这边来定 Maple 这里定一下，梦魇飞进场 ，Max 十六要被秒了 ，Max 十六，一丝血，梦魇先死了，但是，哇，他梦，瑞文居然没死，还差最后一下，不过这里正面的接团能力 OMG 已经不太行了，打龙实在太慢了，这边已经阵亡三个人 ，Icon 和千里还活着，再回头拉一个 Q， 这也是把，等最后一个被剑魔一刀给劈死，完成 Ace， 阵容还是得靠。而且这一波老贼还做闪，老贼还有闪现的，这样开真的不太好。还要追，强行追，梦魇开大招，再找梦魇啊，再找佐伊吧。看一下这个位置，直接飞进去，老贼在后面没人管呀、啊。老贼现在输出非常不错，后面有个冰女，冰女要绕后。这个位置 MG 整体血量都不算特别好，这再吃一口保一下，四方老贼还没有死。比如说女巫在后面，比如说女巫被秒了，这波反而是哎 ，Maple 这里好像是有点失误，哎，直接被开，直接找机会找的是一个三开的一个金身，而且好像是我是玩家已经开过，这一狼行开一个大招逼在前面，这瑞文直接逼进来，瑞文的血量，然后先打掉狼行的大，然后再阿乐一丝血闪现，这里老贼还是中一下，老贼被秒了，被秒了，那没有正面输出了，这波团战 OMG 要赢，看一下这个接下来的残余的团战吃。吃到，然后闪现走，救下蓝鞋，但是塔姆自己要被留下来。嘲讽给到三个，艾考在侧面已经把冰霜女巫给拿下来了。这边的话，狼行自己的血量不是特别好，而且没有了大招，再进攻定一下，但是瑞文被换掉了。回头阿乐这里，还差最后一下，这里哇、哦，这边是被一个艾妮给烫死了。之前多大的多大的也没有什么办法呀，这兵线好像有点差。有进火刀，吃到这个睡眠气泡，又一个拉，这边是 Icon 直接收掉老贼的人头。那我们攻击 OMG 在这个时候是把这比分扳成了1-1平，双方来到决胜局。好了，这波这一场。